一份党文的工程纲领，是扎西专员送给你的。哦，太好了。谢谢，谢谢，请陈代表入座吧。你多照顾照顾陈太太。苏医生，请吧。请入座。好，请坐吧，苏医生，您请吧，您请。谢谢，谢谢。坐吧。哎，是。啊，你们辛苦了。请喝茶吧。好。政府这次派医疗队来，对我们蒙河真是太关心了。以后政府还准备派贸易队进来，好极了。里外的货物一流通，蒙河人民的生活就会好起来了。是。请陈代表喝酒吧。好。扎西专员希望你出去开各族的代表会，顺便也可以到处看看咱们祖国的建设。是，政府的设施一定是不会错的。将来蒙河地区也要随着祖国的建设一起发展呢。专员希望你能够和蒙河人民一起，为了藏族的幸福，共同负起责任。政府太看重我了。对，有时间我一定出去看看。好，请喝酒吧。这还有什么可考虑的？出去开会，准是自投罗网。据我看呢，土司这一出去，他们一定用各种方法来叫你答应让共军进来。名义上是对我们，实际上你这个土司的地位就算完了。昨天台湾又来电报了，说美国从朝鲜帮助蒋总统打到东北了。你想共产党能够站得住脚吗？开不开会由他们，出不出去在我呀。朝鲜的事陈代表怎么说？陈代表说朝鲜是打起来了。这样说黄军长的话是真的了？陈代表说不怕，有解放军在，美国要敢欺负咱们，准叫他碰得头破血流。嚯，好大口气。可也是啊，共产党要是没有势力，能到咱蒙河边上来吗？不，共产党打国民党可以，打美国就难说呀。眼光还是要放远一点啊。可共产党离咱们近呢，陈代表不是说过将来还要你办蒙河的建设吗？我明白。郎姐，明天回拜公子团。是。
代表，你们这些吃的东西都是从外面运进来的啊？是吃不惯我们的酥油蘸巴吗？哪里，你看我还不是在瓦日吃酥油蘸巴吃胖的。关于出去的事你考虑了吗？陈代表，我不是不愿意出去开会，只是巴尔登不低头认罪，我没有脸见各族的人呢。罗伯丹登先生，我们各族的人应该像一个大家庭一样亲亲热热地过好日子，何况蒙和和瓦日还是同路人呢。过去的事尽可以商量着解决，目前更重要的是团结起来共同消灭这股残匪。这股国民党的残匪确实是逃到山里来了。